有没有臀部痛的？现在屁股坐得很不耐烦的，有是吧？好，那您出来。这个位置，这个应该也是因为臀横纹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坐骨嘛，所以很明显这里痛还是属荐椎，所以荐椎管理的其实它很重要。荐椎如果对到前面来，还管理什么？像射护线哦，晚上老人家常常会上厕所啊，或小便不出来的，哦，小便困难的，或阴道炎的，这个都是他处理的。那所以这个荐椎非常重要哦，还有大小便的问题，大便有时候大便不出来，除了腰椎还要揉荐椎，这个也是很重要。所以荐椎管理，那臀部更不用讲，他刚刚这一个位置很明显就是那个荐椎管。你这样痛多久？偶尔疼。偶尔疼，现在疼吧？就是现在也疼。哦，现在是正在疼。两天做的。啊，现在做好，那我们现在帮你处理。好，这个荐椎哈，我说所有的点，就只有荐椎是赵医师发现跟我讲的，因为以前我在处理荐椎的痛，我都以腰椎。那腰椎处理完，荐椎会不会松掉？会。那所以间接的屁股会不会松掉？也会。但是当荐椎提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确定我没有发现到啊。那因为荐椎它直接就管理到嘛，因为它也是整条脊椎。那时候，对，我当时候误以为这里是一块骨头，那一块骨头没有缝，所以我不知道这里还有洞还可以揉哈。那他是修解剖学的，所以他说好像这里还是可以处理。那提出来之后，我确定那里可以揉，我就知道那这个整条脊椎一定要到这里，所以才有这样的。那最后我们小册子也有写 提出这一部分的治疗，就是赵医师提供大概所有的点，他就是跟我提供到这个。好，那这个你通过这个点是吧？是吧？那这个就是尾椎哈，这里上来是三根指头，这里哦，两边痛吗？还是一边？两侧都疼痛。两侧都疼痛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。我们腰椎的位置差不多这样，你看宽细就有一点不一样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揉。这里疼吧？疼。啊。哦，这个哈，他穿的哈最好揉，哦，因为没有像哦这个牛仔裤啊或者怎么样很粗，这种裤子就比较不会伤到。这里呢，也疼哈。这里不是骨头哎，这里就是荐椎。好，你放松，放松。那我轻一点，这里呢，疼。这样了，好，啊，这里疼吗？这里疼吗？这里。这样疼吗？这里疼吗？
你这样起来看看。确实是轻松了太多了。是哈，对，那就是上面颈椎哈，大家有看到，那是直接开关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好，不会不会。